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呢，我刚才跟他第一次见面，我觉得太帅了，然后怎么可以找一个这么帅的嘉宾呢？但是啊，现场也来了很多的粉丝，然后呢，今天因为在我们映客直播间了啊，白天我看了我们映客，就是这个公告栏一直在那儿显示的，大家应该好奇到底是哪一位帅哥，然后他的真面容到底是什么样呢？我们来掌声欢迎冯建宇，欢迎来，哎呀，来来，这你好，这你好，哇，来来。